我刚又去面试了。I got a good feeling about this one， 这样觉得好像可以。然后现在要来煮饭啦，已经很久没有做牛学生小食堂了，要不要拍一下牛学生小食堂？导演，那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拍那个牛学生小食堂好了。今天就来做什么呢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出场的是罐头，但是我昨天不小心把他的那个衣服脱掉了，所以他只剩下这样。等一下哦，好，他已经在垃圾桶里找不到了。他上面就是写 cream for chicken， 所以就是给鸡肉的就对了。然后因为不知道它里面长怎样，所以我先准备了自己的料。这是昨天就腌好的料，说腌其实也是先准备好而已。有奶油3块，我不知道重量多少。然后洋葱、少量的黑胡椒跟白胡椒、红萝卜、香菇、鸡胸肉或鸡腿肉。那我用的是鸡腿肉。为什么用鸡腿肉呢？因为这个鸡腿本来已经煮好鸡汤了，因为它在冰箱待太久，肉质有点干，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。那我们就把它炒香，炒香之后再加罐头、加水。不够，首先拿出一个漂亮的锅子。稍微意思一下，洗一洗，加热。哦，这边的抽风机没有那么强，然后先把3块奶油放下去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滑手机啦，但是因为我的手机在录影，所以来讲一下刚刚面试的状况。就是我去了第几个面试了，会忘记了。反正我就几乎把圣地亚哥的都面试完，都讲完电话了。有几个还没有回复，然后有几个是直接拒绝我，然后有几个是就不是我想的不是那么好进的那种 system， 像公立系统啊就很难进，像 high school 的系统啊我也很难进。我刚去的那家是私立的系统，就是私立学校，然后私立学校就不用这么多的政府的约束嘛，公立也会希望你有教师证啊，私立的就会觉得哦，你已经有台湾教师证，那应该是合格教师，所以这样应该加分效果比较大吧，就比起公立系统里的。听到啪哧啪哧，这时候呢，就可以把你的料倒下去啦，分量还蛮大的。给大家看，现在大概长这样，然后就稍微拌炒一下，还蛮香的哦。涂上奶油，声音不见了，让它炒一下。然后最近啊，都有在做那个韩国郑多燕的美国版。美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 Rebecca， 他就讲得很明白，然后让你很正确的使用你的身体，然后控制你的肌肉，我就觉得伤害少了很多，然后我的肌肉也有训练到，还蛮酷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家，它大概一集都不到10分钟吧，像昨天我就做了2集而已，然后就8分钟跟10分钟就还好。然后它大概每一个礼拜2个礼拜就会有新的哦。它现在在出水，就让它滚一下，可以盖盖子吧？盖盖子。好嘞，都忘记要蒸饭了。那刚讲到哪了？哦 ，Rebecca， 很适合晚上才回到家，然后没有办法上健身房的，族群们。说到健身房，美国的健身房文化真的是太风靡了，他们就会觉得有曲线很好。然后女生要练到那个曲线的话，可能就要上健身房去做一些，跟着做一些重量训练。可是东方就觉得，哦，女生就是越像纸片越好啊，越那个线条越细越好，越直越好。Looking good， 好香哦，鸡肉。为什么不够咸才好？因为它这个里面一定有在调味过了，所以哦，好 creamy 哦，长这样。非常的 creamy， 这时候如果你先调好味了，到时候太咸就没办法了。它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就很勾勾。所以我们加点水，应该这样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就让它滚吧。我之前也有面试另外一间私立学校，然后他们也蛮不错的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可能录取机会比较小吧。Don't know， 还是他们还在招生？如果他们招生不足的话，可能就开不了班，就不需要我了吧？我在想，应该是这样。美国对垃圾也没什么概念，然后回收文化非常的弱。我
个痣。已经很久没有量体重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那就等于好了耶。今天留学生小食堂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这样而已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长怎样吧。Let's go， 我滚了。不错耶，看起来。等它融化了，我再来尝一下那个口味如何。哦，下次去超市再来跟大家介绍。好，汤匙拿起来，让它继续再焖一下。嗯嗯嗯，等一下就准备上桌喽。突然觉得应该要再多加一点菜，所以拿了 Costco 的一整包的花椰菜。来喽，我们来。超大朵，等于一个手掌了，好大哦，非非常常的嫩哦，切小块。上一次做留学生小食堂什么时候？上次做留学生小食堂好像还是在那个，在原本的宿舍。再切一朵好了，好想念室友们哦，虽然有时候觉得有点吵，有点想念了。哦，对了。Hannah 去找 Elise 了，她特地坐飞机去欧洲去找 Elise， 听说现在很冷，然后就是传照片给我们，就说多吃一点菜也无妨，再多加。然后最近暑修的课啊，真的是大概我可以体会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研究所很让人崩溃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。做研究看好多文献的时候，然后找不到文献的时候，然后要算那个算 data 的时候，还是我也不知道哎。你们研究生最烦的是什么？这样应该够了，看一下我要吃的蔬菜。哒哒，好了，就它了。嗯，好香哦，好像玉米浓汤。然后在家会不会太迟？这次的留学生小食堂会不会失败呢？让我们看下去，再搅一搅，希望你们都会。非常的多汁而甜美，我都讲那么好听的话给你听了，你就要好好吃耶。让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非常的奶油，不够咸。等一下就上菜咯，拜。结果刚刚的那个奶油白酱忘记倒，全部吃光光了。好吃好吃，难怪这么短口。今天哦，我们这个星期要一个礼拜都要去学校上课，只是暑休唯一的一个星期是要上课的，就这个星期了。要来把今天的课预习一下。